你这一年没见买了，你之前，出去你有可能。啊，你这一年没见，钱存钱去，我们问你，我家车子多贵呀？你看，你看，讲不是那里。真带多少？哦，那个叫，这才不嘛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背包我不完全。这是不干不讲，这是钱也不能讲。那我回去就挣了，东西才到手里头。 那个微信嘛，那个微信上看的。那个看了不过，哦，过年了。你叫我们看，那小，那不叫那个不要。在你。我妈，我妈就在他家吧。晓得。哦，老张。哦。人家就在中山了，人家福州在那里。哦。哦，那是苏宁大爷，你的生日。 嗯，不会。嗯，那个给大爷打不到啊。这在火上，你那边在这里有人到呢，在电动这边在。这里有。嗯。哦。火上那边在卖子在，这里有。走到这里来。啊，在这里有人。别看那些动画，其实大很。哦，火大很啊，妈。啊，你看。越长越大了喽。对。大了那么贵。 这边跟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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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你说那个东西啊，能够买到好多钱啊？能够买到好多，你说这一年十千五百块，十千五百块啊，就百十多路钱，有孩儿。这两千多嘞？可以噻，那为了事业了。哦。这么着急急，什么事？肯定了。你人不娘嘞，人不娘未必会肯定的。哎呀，做啥都干，都为了不了。哦。他讲为了回家了。是。不管他了，到工厂小要的。这才天赐，这才乖。就很吃很。 这一天三顿，这才乖。你天天是天天挨着来了，这才乖。一个吃不改过一次，那个一个公公，哎，是吧？要么两个好喂用的。嗯，到时候。早晨两个喝两瓢面。哦。到饲料都碗里两碗饲料。这两天就没来。哎，碗间一瓢面，一碗饲料。啊。他吃。 他是肉也很，他家那个拿起来炒。你哪里家喂？还家？哪地啊？没在碗里，在地下没，把那些，把那里扔了，碗里在地下看。我看你在家收。啊，我拿沙发拿来八层床。哈哈哈！睡那个有十几那个床上的，听不到，我那不在门口的，睡挨着住的。那你在门口下雨嘞？ 哎，我是下雨没拖进去。哎，睡在外头的盖。哦，我讲客厅的盖。哦。这树子。啊，那天都热的。这树子高很啊。全部都淋。过来的。树子。 可能要到了哦。哎，还过来几年？啊，估计差不多要到了。嗯，打的人在打起那条路不见了嘞。打那去转来了。打不到起了，那个火葬去了，打不起了。那人被烤死了，打。有年我们去讨茶叶，啊，有个姑娘，她来讨茶叶，她去。 给拧水来煮烧我吃着，拧起水来，他晓得都烧起火了，一下子都飘着茶叶地里搞，像他又不会喊那个话打，我们也是找不到树块块打，都他一拱打哦，嘛周身都烧骨头，烧啊都骨了，白鸟啊，后头周身往起打牛筋跑了，后头他把你，他烧他也烧着，又是烧，他把你烧了，又是烧了。
他今次家里茶叶，他今次嘛哎，他又害他了，没有你做了真了喽，没有你做了真了，嘛把个姑娘害死了，白尿了，后头回家去，陆天一成他没好嘞，陆天成他过，我说老天，哎，他过头来，来火车站讲，讲没办法喽，他没得车了，后头也是，白去白骂们你们的我，哎，他这车了后头，他走进的时候也两间房了。 哎，别办法了，后来讲。那全部农忙出来，俺干了这么多了，你看看可以。这有人给打没炒，这都。俺那都晓得了。知道，这都是啥时候知道？这有人给打，把俺打行，得给俺来啥说的哦。起码老早过过的。晓不得了。投资都少些。俺那少的这来都比少了嘛。 而且少的挣融钱了的了哈，少的挣融钱少了的，比少了嘛。可能是那个打小，我讲。他过，恐怕是炒他过的。啊。那像我们这个过地跟他炒的过的。啊，恐怕差不多。我三九天跟我老早一个过节啊，拿来便便给烧。嗯。就怕把小什么家伙，有小什么家伙，树上在前面那送给小凤看。哦。全部看了，哎。 出皮抓在大哥大哥就没看了。哦，他家里有那头子都给带去。对的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毛头子。这个拿剪头的东西。哦，我也是毛头子。好嘛，小，那小林在镇鹏我喊了，我那个打工去。嗯。嘿，人家这手头嘛，这全部回家了没？ 你给我挖，嗯，我过段子准备弄准备。我讲明天呗。这些年代我他妈他不肯你挖，明天呗，明天那娘子就给把个小藤给挖着喽。哦，我们是不挖不动，我们挖不动，我们怎么那下雨天我再，那么我再。我讲挖，你看，天气没意思，经过那一处那个挖，他挖，他要再打磨我再不好，你要挖过，那天挖起没那天这个，我讲再我们挖不动，挖不动。 天天挖嘛，等我给，我找迷糊了，开下来了。啊，十八万你也是挖嘛，硬挑挑的，硬不拉挑的。你那个草草，我讲我给挖路啊，全部把田来田的路全部整好。哦。这我讲有几这个大豆子逮不到。哎呦。这手杆力气小很多，手杆是挖的。你来逮不到的。打到担子，打担子都紧赶就是那这，哎呀，挖了的，就缩了的。 哎呀，打了的，开始了球，开始。玩打不到小块的，我那挖着了嘛。开始小林干开，没开始之类嘛。中林哦。中林过开。哦。路全部挖通了。哦。我刚才宽了没？沿那个路走到这了，我刚才宽。哦。去了嘛。我差点在全部烧了，顶好了没？那跟前上，小红买过的全部，差不多看，全部看到烧的了，他在查。哦。连小马弟都看完了的。 哦，这面壁看，嗯，这面沙树这边了，嗯，啊，沙树是几家有么子，是几家的？几个的，我有嘞，我的分段的，他们三个的，小金平是高的，去这样挖路的，哦，小马弟的和那小老红的是，小马弟的是跟我们跟着路，啊，穿我的路他们的。 我门口那个好分什么？人家小林的，小林第二年小小腰子冬天牛，两个地方都是。啊。桌子上偏两个两两九那在那算了。是啊。人家分，一个要田，一个要地，管他的。啊。三九天没有给我看半丢个人。哈哈。哎，办的，这手都好长的，我家面开了的，你看嘛。大姐，哪个要大姐，哪个要门面包，就对了。 哎呀，我把分管没分了，管那么多事。是。我想全部都拆掉了，三九天我就都等白拆掉了。哦。那个东升，我讲在那个大田鸡那个栏里头，东升我全部把狗挖了，挖了我背锄头就给把东升打了。你不要了？不要了。哦。留了一台小，我讲那个烂窝窝。好妹妹，你给他摘下来。哎，摘贵哦，那就好。 好东西有得的，这里连摘的人多了，不是我娘娘嘛，你好妹妹。
现在他们宅里人多了。像这个北京老爷，像金子家、像金子等娃特别的。哎，北京老爷宅有了。我想红兵老在叫姚某叫供个菜，他叫他菜这个他大坝子有个烂塘塘。